距离南科上近的 FG 地区开发面积有100.13公顷，其中有1/3做公共设施，2/3予主体，其他是商业用地。目前进度已经伫今年1月底完成配地，交地时间会伫第2、第3季完成。整个区域来讲，对这个未来的南科的这个提供住宅，还有优质的商业区的环境哈，补足这个 LM 的这个商业区的不足，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注意了哈。那说不定这个未来对这个就业啦哈，这个善化的这个旧市区的居民啊，或者是这个南科的就业啊哈，这些人群哈、啊、会提供很大的便利性。今麦南科三期正伫咧开发当中，卖厝也正着讲 ，FG 地区新案增加，一定会带动人口成长，尤其 LM 地区的建筑用地剩无三成。FG 地区的开发，除了能解决居住供不应求的问题，同时还可以带动一波交易。那它区域里面 有包含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商业区的一个聚落、哦、那这个地方会提供一些商业行为、哦、因为确实很多人在反映这个商业区不够嘛、哦、所以这个地方会提供，这个区域会提供。那其他的大部分的住宅区的话，都是这个一般的住宅区都是这个50%的建蔽率的、哦、所以它还是会希望回归说，就是不用这个容积率不要用太多啊。那建蔽率的话也会要求这个相对这个低一点。卖厝业者进一步表示，配地后建商将开始推案，透天上紧每年就会推出25到30平以上。计销大约伫2500到3000万，大楼还阁要等半冬到1冬的时间，每一平计销来到35万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